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。新闻记录生活，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。科学还原真相，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。会科学之光，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，集新闻力量，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。欢迎收听《新闻深处》。